宣纸代表清晨那个画面，浮现的那滴眼泪，那片蓝天，那年毕业，那一场边哭边笑，还要拥抱是你的脸，想起来可爱可怜，可歌可泣，可是多怀念。现在就是那个未来，那个世界，我身边你的身边，我的身边，不是同一边。用青春像诺亚方舟，坚持誓言，只是我望着海面，但却永远模糊了视线。会不会有一天，时间真的能倒退？1995年5月，那一天，巨星邓丽君走了，她的歌声却永远停留在我们的那一年。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懂，只因为太过年轻。直到走过人生的风雨，我们才懂得回头珍惜。故事就从这里开始，让我们来纪念巨星邓丽君，也一起回味我们的美好年代。今天传来一件令人震惊的噩耗，在华人世界以及日本都享有盛名的歌星邓丽君，昨天下午在泰国的清迈，因为怎么搞的，一大早怎么哭成这样子？你们说邓丽君过世了，妈妈要怎么办？邓丽君在综艺事业上获得了高光，她的歌声在掌声之中飘到大陆，曾经造成轰动。大陆上甚至说，林芳啊，而她在圈中受欢迎的程度，我跟你说啊，因为有死亡的黑暗，更能够衬托出生命的光彩。今天邓丽君虽然走了，你看她活着的每一天，都充满着光彩嘛，是不是？啊？你说什么风凉话？你知道他对我们台湾有多重要？你知道他16岁的时候就接受新加坡总统夫人的邀请去做慈善表演？17岁的时候获得香港歌唱大赛冠军，18岁都已经风靡整个东南亚。民国44年以歌坛少女天后的身世赴日本发展，在日本达到演艺事业的高峰。可惜他精彩的人生在今年结束了。我太难过了，我没办法做早餐。你们自己看着办。各位美好年代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想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首歌属于你的美好年代的记忆。我只在乎你，邓丽君这首歌让我走了好多的岁月，一直在心里很温暖。这首歌就是我们让我们的美好年代产生的一首歌。那因为这个戏，我们希望献给我心目中非常非常喜欢的邓丽君小姐。那所以这首歌也引发了我们这一出戏的一些动念。怎么干嘛？你为什么一直看邓丽君的新闻？我没有啊，我在找孙耀威。屁啦，你明明就在看邓丽君。哇，小光喜欢爸爸妈妈喜欢的明星啊。你干嘛啦？什么干嘛？借几张纸来用用。要纸干嘛？我们要叫俊鹏写情书给蒋安妮，当然要用好一点的纸啊。对啊，哎呀，来借一下。还我啊！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哇塞！还我了！哎，还说不喜欢邓丽君，你干嘛创他歌词啊？哎，小光，你跟你妈一样，以后我就叫你小光阿姨就好了。哇，小光阿姨偷偷喜欢邓丽君，邓丽君是我妈。
啊，我是说喜欢邓丽君的是我妈。我想练字不行哦，你就自己去买纸，要写信的话。俊鹏，我也要去。哎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来开玩笑的啦。那当然，很多人提到说这部戏有部分在棚内拍摄，那这次因为棚内的拍摄，其实一般我们都会觉得好像比较粗糙，好像也比较画面会比较单一，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戏的团队，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视觉上有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我搭出了二楼，尤其二楼的视觉可以穿透从女主角小光，就刘亦儿演的角色，穿透到男主角江心远，也就是 Blues 的角色的视觉。那当然因为在棚里面要搭出二楼其实是非常困难，因为它没有地基可以打，所以变成我们也要克服很多安全性的问题、载重量的问题，还有一些美观的问题，还有高度的问题。那最重要其实每次我看到我们的团队大家努力，应该说水泥墙也有了，瓷砖小壁瓷砖那种小块小块瓷砖的贴法，还有柏油路，还有水沟盖，尤其我看到最后第五道的手工的时候，做旧之外的那种斑驳的那个青苔的墙壁墙角，其实我都很感动。我觉得大家的心意，我想会透过这个戏给大家分享我们走过的岁月，走过的一些美好的青春。那我很希望这个戏不只是我自己的美好年代，我也希望透过这部戏给观众一个属于你们的美好年代。今天是邓丽君过世的第一天，我像以前一样的到学校上课，跟同学打屁聊天，还跟阿远吵了一架，好像这件事很遥远，遥远到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像是有一个人，他每天都在你身边，因为太习惯了，所以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，一直到有一天你回过头，才发现他已经离开了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会忘记自己曾经喜欢过邓丽君，但我不会忘了那个听着小城故事和甜蜜蜜长大的那个年代。所以我要跟邓丽君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最美好的童年。
怎么这么好听？大家好，我是布鲁斯，在《美好年代》里面饰演的角色是江心远阿远，他是一个很爱耍酷又很爱把妹的人。我拿到蒋爱玲空气好吗了？我拿到蒋爱玲空气好吗了？我拿到蒋爱玲空气好吗了？等一下，很抱歉各位，这次我小王金必须独自霸占这个号码。这样的话，就只有我可以跟蒋安妮爱的抠来抠去，你们大家不行。各位同学，既然吴伯起这一次想要独自霸占的话，那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知道啦！哎，我不知道。阿鲁巴。OK，OK。很好。来，大家看一看。来，大家一起谢谢伯奇哥。谢谢伯奇哥。这件事情实在太值得庆祝了。那大家说，该怎么庆祝啊？阿鲁巴！同学们，我先上了。阿远啊，干嘛？你怎么那么紧张？有吗？没有啊。你要传什么给蒋安妮？我传77543，猜猜我是谁？38543353554，想想我。哦，爱他又怕伤害他，你根本是坏男孩的行为嘛 ，bad boy。Yes, I am。OK， 好了，晃。靠风流小王子深情的功力，学着点了你们。我想亲亲你，抱抱你，怎么样？够直接，够挑逗吗？亲亲你，抱抱你，安妮哦，蒋安妮哦。哎，你们干嘛那么安静啊？不会吧，主人在后面那个，就是。蒋。是我转给你的终极密码，喜欢吧？有一点恶心。虽然恶心，但那是我的真心，所以你还是收下吧。我们走。See you。国高中念的是女校，然后那时候可能正值青春期，然后就非常的喜欢彭正明，因为我很小就爱看棒球，小时候田径队，国中打篮球，高中打排球，大学打垒球，还有跆拳，所以我是个爱运动的宝宝。我的美好年代就是由
彭正明组成的，就是没有他就没有我的美好年代，因为没有他我也不会认真念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奕儿，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温晓光。温晓光，你干嘛？温晓光，我的手，温晓光，我的手了，温晓光，住手！温晓光的脑子就是觉得有点问题，没有，就是很害怕，就是常常会想些有的没的，每次都出一些鬼点子，然后都跟那些阿远啊，就是布鲁斯啊、俊鹏啊、杨明威啊他们混在一起。对，从小跟三个男生一起长大的一个小女孩，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是男的，其实还是女的这样子。你真的要把情书给蒋安妮哦？如果蒋安妮真的是双面人，有挑战性，我喜欢。不信算了，活该被当猪头！我警告你哦，这封信是俊鹏答应帮我们写的最后一封情书，所以你一定要使命必达，不然你就死定了。啊！水槽怎么不通啊？说吧，是什么样的女生会比较好写？在我们学校男生的心目中，是一个清纯玉女。不过有一天我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做作女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她竟然嘲笑你姐。什么？我的姐只有我能嘲笑，其他人不行？为什么听起来怪怪的？反正我帮你写那种让她以为大家都爱她，其实是在偷偷骂她的魔术性。作为一个男子汉，假如能够保护心爱的女人，就没有遗憾。很无聊哎，看起来普通哎。你仔细看每一句的第一个字。你很做作，假面人。我的哎，你真的怎么我真的骄傲哎，哈哈哈 ，yes yes。喂，吴小光，便秘啊？怎么都不说话？你才便秘哎。其实。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你，很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的。我们是小虎队耶，本来就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，不要说什么对不起好不好？而且我觉得温晓光第一次这么不良，打架还超给力，还在那边喊小虎队不能输。那有那样啊？有？没有？有？没有？温晓光，你超帅的，很 man。那你不是说要练舞吗？你们想学？对啊，现在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好想学。对，快点。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。好，三二一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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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们两个在乱跳什么啊？刚开始先炒热一下气氛啊。对啊。现在炒热了吧？可以开始了吧？可以。好。三二一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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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俊鹏，你在干嘛、啊？你们刚不是也乱跳？刚刚是刚刚，现在是现在啊！哎，俊鹏，开玩笑归开玩笑，认真的时候认真一点好不好？无聊幼稚的。对嘛对嘛，俊鹏，可以好好跳吧。好了，小光，我们再一次。三二一，哈哈哈！后来，小虎队的大哥哥们还是解散了，单飞后各自精彩。而我们小虎队虽然也要长大，
但那个日子还早的呢。现在温小光就陪这三个幼稚鬼继续胡乱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池畑玲奈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齐端林明。啊，我的教室的名字是江安宁。我的妈妈是日本人，我的爸爸是台湾人的教室。啊，对我来讲，《超不事实》我在台湾第一次参与练习的电视剧，所以好开心参与《超不事实》。对不起，等一下，我的日本青春玉女江安妮来了。嘿嘿嘿嘿，巴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可以不知道。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，自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不管你的心里是否有个我，我永远不就快要天亮，会不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？我记忆中最难忘的就是刚好符合我们这一部戏，就是我那个时候大概国小五六年级，然后刚好我那个时候是一个蛮疯狂的追星族，然后我追的呢就是孙协志，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好当上了孙协志的协志家族的后援会会长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会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鞋子鞋子我爱你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还有以前他的专辑啊，我们很流行就是把那个歌手专辑的主打歌都拿出来，然后变成那个口号，就是鞋子鞋子思思念念都是你，天涯海角跟随你，鞋子鞋子我爱你。蒋安妮呢有一个很可爱的女生，但我不知道 我自己看台词，我自己看剧本，有的地方蒋安妮有一点点不是坏的女生，有一点点什么，有一点恐怖。哎，下来下来下来，我帮黄元送你，这是我写。谢谢，真是不简单呢。帮我告诉大家，期末考加油。加油。嗯。哪里？还来啊？Yes， 电到了。刚中午啊，我没有啊。那是人家的真心哎，你连看都不看就丢掉，这样好吗？嗯，但是我说下了，但要不要告诉我的事情，对吧？双面人。
张妮是一个很可爱、很漂亮、很聪明、很亲切的一个女生，所以同学呢，还有同学的爸妈、爸爸，大家喜欢张妮。但是因为我不是我，张妮一点点喜欢爱媛，所以张妮对小光，张妮跟小光聊天的时候，什么？张安宁对他有一点点，因为乔光跟阿远是很好很好的朋友，他们一起长大的，所以我张安宁非常的在乎乔光，但我觉得张安宁本来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。但是在这出戏里面呢，虽然就是我是一个包子，但是我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角色，就是其实我是偶像剧的女主角。我会做很多楚楚可怜的事情，比如说我一有稍微委屈的感觉的话，我就会痛哭流涕，然后有误会的事情的话，我就会马上哭奔回家跟我妈说，因为我是一个少女。然后我会在街角一直偷看我暗恋的人，然后含情脉脉用一个有泪水的眼光这样一直凝视着他，不管他在哪里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会眼睛一直跟着他，直到他的背有一种被灼烧的感觉。然后还有一些非常少女的，比如说不小心跌倒啊，然后倾倒那种，所以大家不要气馁，包子也可以是偶像剧女主角，是不是很励志？谁欺负你了？我的初吻被夺走了。初吻被夺走？谁啊？谁？哪一个？是谁？啊？博奇。博奇，你我你怎么样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博奇，我来，我来，快点啊！好，没事了，好，先不要哭，爸爸处理。说女儿冰清玉洁嘴唇的战场，你要怎么负责？空机密语大全。空机还有密语哦。04551，你是我唯一。04592，你是我最爱。1314就是一生一世嘛，520就是我爱你。然后530就是我想你，其实这还蛮肉麻的，可是不知道什么用数字表现出来可能会比较含蓄一点。其实那个时代的人还蛮露骨的嘛，你们居然直接传520530，哎，就超不好意思哎。原来空气还有那么多的秘密啊！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藏着特别的秘密还有暗号，只是看你有没有发现而已。当然啊，要不然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下课的时候要在那边抠来抠去？对了，你知道我最近都回抠什么密语吗？那俊鹏，你想知道吗？我还要看书。我想知道。我才不要告诉你哎！让我猜猜，应该会有人传02746，你恶心死了！你才是13709927，一想到你就恶心。哎呀，你干嘛想我？我才没有想你哎！恶心、肮脏、下流！你贪吃，爱睡觉。你恶心、恶心、恶心鬼啊！哇，空气还有那么多密，我要赶快来抄，不然就跟不上流行喽。
我最难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跟我哥哥，我们呢，因为那时候在印尼很热嘛，我们就想说啊，游泳池好远哦，然后不知道哪来的想法，我们就想说好，我们到洗手间呢，我们把洗手间的门用衣服跟毛巾塞那个所有的封口，我们就开始装水。我们等了快要两三个小时，我们想说把洗手间要把它淹到可以我们在洗手间里面游泳，我不知道这是哪来的蠢的想法，所以我们等了两三个小时，水呢只有满到脚踝，就一直没有再涨起来。然后我们在洗手间太久了，我们想说放弃了算了，一开门我妈就拿扫把要打我们，因为我们呢其实呢一直漏水，漏到全家全部都是水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被打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宇杰。我是陈志强。我在戏里面是饰演一个故作坚强的单亲妈妈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遇到对的人。爱情，摇的是什么口味？这是我们店里的招牌，叫做水乳交融特调奶。水乳交融，这个名字我喜欢。哎，老温，你也来一杯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对奶制品过敏。多喝一点就习惯了，我帮你摇一杯。他不喝，我喝。对了，现在啊，买一送一哦。我先帮你们包起来，你们要不要再多点两杯？我先去拿冰块。我挑。你来挑奶还是来看奶的？俊鹏，你的脸。妈，对不起。太帅了啦！你呀，平时就是太乖了，其实妈妈都好担心哦。没想到你会血气方刚的跟别人打架。这样才像男人嘛，帅死了！哎，外亲，天底下哪有你这种逻辑的，还鼓励儿子去打架？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一个用外表武装自己的单亲爸爸，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还有谈感情的机会。这信是谁写的？是我。信是我写的。要小光送信的也是我，带头打架的更是我。江心月，你觉得这时候逞英雄很好玩吗？报告主任，没有，我实话实说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爸，你现在不是江主任，是江爸的身份。我在学校打架，难道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之间会有机会吗？蒲公英哎，你知道蒲公英的花语是什么意思吗？小时候啊，很多人说只要蒲公英飘来，就代表爱情来了，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蒲公英。大家好，我是绍兴，在在中天的美好年代这个角色里面，我饰演是一个风流倜傥。是一个英俊潇洒的一位年轻人，在我左手边这位是小甜甜，她饰演是我妈妈。不是，不好意思，对，你让我自己介绍可以吗？不好意思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甜甜张可云。很明显我貌合神离，其实我不知道我干嘛跟她站在一起。我们年龄差距应该有三四十岁，而且我们现在各人各的。对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那我们正在戏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剧情非常的。哎，你没事干嘛搭我的肩，职场性骚扰？因为是我啊，什么太太？怎么回答了？哎，不是，我们现在聊的不是美好年代吗？你这是什么？对啊，我们过去美好年代是不是又回到我们过去？现在，请你放下你的手机，不要再打电脑。在这部戏里面，我们有缠绵悱恻的爱情，就像我可以用他的猛吻。没有啊，我不要，救命啊！在不在看这种东西啊？小曼，
正式的参观一下我的沙漠小绿洲。不怕死的，你就自己看。老公，什么？你刚才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啊？什么坏事？哪有坏事啊？哦，我是让你在我面前消失了一分钟，我感到十分的空虚。骗人！你刚才是不是搞了什么鬼？一朵盛开的花，如诗如画。你的微笑多高雅，多高雅！老婆，你今天穿这样，让我想到林慧萍那首《往昔》，让我想对你做出那种，我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，高一第一次约会的时候。我叫我妈妈带我去买的绿色西装，那个时候因为是我第一次约会，我很兴奋的回去跟我妈说：“妈，我要约会了，你带我去买西装。”后来我妈妈就带我到高雄的一个市场的男性服饰店，跟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把你们这边最帅的西装拿出来，我儿子要约会。”我妈也很兴奋，就老板就说：“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一套最帅啦。”结果是一套。荧光绿的整套的西装，而且还丝瓜领。那套西装后来我跟我女朋友，就是那个时候约会的对象见面之后呢，就是也是造成了一阵尴尬，因为她就穿着白色 T 恤跟牛仔裤，但我却盛装打扮，穿了一条荧光色的绿色西装跟她约会。她一见到我就说：“嗯，你怎么了吗？”所以那一套西装的评语就是：“你怎么了吗？”但那套西装我一直留到现在，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回忆的，因为是第一次跟女孩子约会的一件衣服。会不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？大家好，我是仁德，我在美好年代饰演季姐。然后季姐这个角色呢，她是工科又好，然后运动也好，但是有点很大的固执，他自己的固执跟比别的角色的演员来，跟他们比的话，会比较会成熟一点。不过他都会有自己的固执，但他确实很可怜的一个角色，他很想要朋友这样的东西，但是他这些生活的那些环境，都是自己一个人，然后他是很没有交过朋友，然后也不懂得交朋友。你没事吧？你死定了！我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季杰，刚从美国回来，他爸妈呢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这次在台湾呢就住在我们家里。以后啊，搞不好你们是同学哦，互相要多照顾一下哦。季杰，干嘛？你先喝一杯饮料消消气。说吧，你又做错了什么事？对不起，我很努力的想要帮你洗衣服，结果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可是你不觉得它染得蛮均匀的吗？其实粉红色也不错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那新转来的讲话很 gay 掰吗？要是女生都喜欢这种怎么办？哼，离蒋安妮远一点。我为什么要离他远一点？你怕他喜欢上我？蒋安妮是我的，就算你要追，去后面排队。那小光呢？难道你就不怕他喜欢上我？全国的家庭主妇，让我们站起来吧！我的女儿说我是双面人，为什么我会是双面人呢？在外面我们要给老公面子，回到家我们有很多的苦处，我们自己要吞进去。我们在外面说成绩不是一切，但是回到家小孩考试考不好，你要怎么办呢？这样是双面人吗？我有错吗？爸妈，你们有碰过双面人吗？双面人？什么是双面人？
就是表里不一的意思啊。那照他的说法的话，你妈就是个标准的双面人。你在小孩子面前乱说什么？我哪里有表里不一啊？你看他，在人前呢精明干练，人后温柔娴熟，可是温柔的那面只有我看得到。这是不是双面人啊？胡说八道什么啦？我的鱼呢？我吃掉啊，反正你吃掉也没什么用啊，因为你大脑没救了。这里还有啦。爸妈，我吃饱了、哦。好乖，冰箱有水果，等一下妈妈再切哈。好，谢谢妈妈。爸妈，我上去写功课哦。嗯，好乖哈。你是在干嘛？还不赶快吃？妈，都是姐姐啊，她逼我的。你已经烧钱了。哎、欸，你也没有跟我说你们要去跟别人打架，搞成社会事件啊。你真的很没有毅力耶！你的三梦给我，你明天写得很开心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吵。小光，你调皮就算了，你怎么会去连累你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啊？我单立方怎么有你这种女儿？可是。我也常帮他们背黑锅啊，朋友本来就是要互相嘛，而且他们明明也常欺负我啊。你就算被抓，顶多也是拔拔草、发发血的那种小事。你回想一下，你们哪一次出错不是阿远出来挡的？中天娱乐台今夏最强青春无敌巨献美好年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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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起收看美好年代，大家一定要看哦，美好年代在七月十二日起，中天娱乐台大成钢百叶窗美好年代。忘掉了悲伤，忘了你模样，幸福在身旁，我想应该这样。请收好泪光。